刚到位，来下来看球赛。下来，这个动作。下来看球赛，小队啊。这个球速度就像大脸猫，不知道就像我们平时踢脸真大，就有的球怕出这个界外啊，习惯性的妹妹啊，我就拿手挡下来。妹妹啊，这个在我们野球场上比较多。没有来看球赛来。球也反映了这个。来过来看球赛。这当然也不能太放松了。过来。进攻的时候手球没问题，防守千万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左耳是真的冷啊，这窗户冷冷框框，这都结的冰，全是冰霜。哎，就这样，我车里现在暖风开着，只有13.6度。昨晚小档开了一晚上，刚才调到最高档了。看啊，这水盆都结冰了，他们这水盆里的水，这是我车里边水第一次结冰，还好昨晚这水不多，这得倒掉了。卫生间的这个窗户上好厚的冰花呀，窗棱块上真的是冷了，就这零下10度，零下18度可怎么办呢？看床上的情况，这是那个钢梁，这是立着的那一根钢梁，就是看这一溜都是冰，全是冰，这被子都粘得上了，粘上了。亏了我那天来延吉之前买了个羽绒被，又买了一套这样的床单被罩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冷，这个羽绒被还是很暖和的。走了，给上个厕所。你也不叫我，我一觉睡到9点多了。这是从姐车上端过来的锅，她昨天晚上倒的水也全成冰了。我们今天在我车上吃火锅，这是昨天我端过去，然后她今天又端回来。这是昨天我们搞的蒜泥，你说你不吃，哎，这应该都没问题。这那么冷，那么冷的肯定。那么冷肯定不会坏的。我觉得今天不用再加新菜了。不要加了，我昨天我洗的时候，使劲给我拿出来那么多让我洗，我就想着你这边都洗了，还是。这不是怕不够吃吗？你看这菠菜，昨天菠菜我俩吃了一点儿。哎呀。我去拿我四川粉吧。不用，这粉可多了，这我昨天泡的粉，不用拿，粉可多了。然后还有我那还有一些猪肝。这个不行，占地方就放床上去。不是，我要靠着。嫌凉是不是？不是，走路走太多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那天就是走路走太多，然后，我的腰疼了呀。婷婷，你把这锅先端一下，我把炉子往里挪一点。等一下。重吗？啊！小心。好好，放。烫透明了。没事。我俩昨天晚上就放了一块儿。嗯，好。咱们今天放几块放？反正我那儿还有。你觉得放一块口味够不够？我觉得够了。你觉得够了那就行啊，姐吃的也吃的比较淡。要我没有剪刀。我来撕。拿个刀。那没事，先把这块儿撕。好了，我说不了解情况，然后哎呀，就说我把你扔下不管，
说你这个人多差劲儿。这是因为他没有在路上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在路上谁都不想要耽搁谁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种心思。再说我昨天那会儿，我确实我是想的，你说晒一会儿，昨天那会儿不是太阳也好吗？也没有觉得问题有多大。对，哎，就我没想到回来晚上一回来，你那个柴暖都开不了了。看我这个打蒜的这个可快乐了。打细了吗？这叫懒人神器。对呀，我平时有的时候拿这个给他们做辅食。哎，我俩放了一块料，够了。要不要加？我们两个够，他肯定够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吃的比较淡，昨天也就吃了一块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对，我拿了两包方便面，等会儿就是方便面。因为这个姑娘心心念念是方便面的。我有我家的方便面。对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我带了啤酒。不是啤酒，这个是已经被冻裂了好几罐了。你是从冷窖里拿出来的？这啥都怎么里面就冻掉了？苏打水。上下吐了。整个的，我就说的我那儿就是，看着像冷窖里拿出来似的。啊，热一热，冻的都变形了。对的，这个冻。现在唯一就我这儿还可以。嗯、对，你这儿暖和着。本来是你那儿地方大。对，我那儿冷。好了，这就打碎了。这又不用用刀，又不用豆啥的，差不多了。我再来点你这个辣酱吧。你好像还放花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放点蒜蓉。放蒜了？蒜末。感觉好像蛮不错的。放点还香一点。我的意思，我也要点辣椒油。给，你那边冷，你就过来，然后咱俩睡床上。不要，我把这个卡座降下去。变成一张床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吃饭情很好了，晚上睡觉一点没事，我被子很暖和。-20度的时候，我想着来这。我们在那儿零下20几度我都待过了。零下20几度，你晚上也不开柴暖吗？对啊，那你有空调的呀。没有用，没什么用。基本上晚上空调我也没有开这个夜的。嗯，反正那种空调它是抵抗不了那种。我打算后天-20度就来接着。嗯，对，他妈打个地铺也暖和啊！不用打地铺，这个降下去就是床。他可以睡，他个子小嘛。嗯、这个长是1.7米。哦，1.6米吗？还是1.7米？你给我一个垫子，那个垫子你不用的话。1.6米还是1.7米？他睡、他可以，他睡完全没问题。再一个柴暖出风口就在这下边，他睡这是最暖和的。Cheers！祝大家愉快的旅行生活。怎么样都愉快，寂寞也愉快。傻喵喵，天然冰箱冰的。傻喵喵，他上去上去。喵喵，喵喵，我们吃火锅呢，你都不着急吗？啊，一死样子。这个傻货今天。自己跑到卡式炉那儿去，然后把胡子给燎了。你看，这胡子边上烧着了是吧？啊，烧着了嘛。这个还会再长出来不？会的，它会换的、你要不要给它修一修啊？把这个不用不用，胡子边上你看全都烧卷了。猫咪如果打架的话，就你看我们家那几只。然后下巴这儿的毛断掉是吧？也稍微燎了一点。这个傻货，这傻喵喵。然后还会再长。坐下 Lucky。Lucky 坐。坐下，哎，大妈妈给你吃好吃的呢，好好吃啊！大妈妈给你吃好吃的呢，丸子可开心了，幸福。会握手啊？会不会握手？会，你不给他吃，你说握手，他马上就握手。握手，你也来了，换一个手，哎呦，再换一个手，哎呦，伸的好快，好聪明呀！下午下雪了。我们这会儿吃完火锅，来这广场上溜达一圈，撒个欢儿。你看一下雪，哦，这加上灯光，看着好亮堂呀。Lucky， 傻狗。你看我放在车厢里的，就已经自然变成炸裂了，自然炸裂的。我看这个里头这个冰疙瘩，这个会割手，没事。里头这个冰疙瘩，哦，冻得好结实。对呀、这是那苏打水是吧？对，苏打水、气泡水，我
全部都变形了，我得把拿出来，不然的话到时候等到南方了全部放在这。哎呀好好笑啊。我那嚼得咯嘣咯嘣的，真是个傻狗。他就喜欢吃冰，喜欢吃雪。你不怕拉肚子吗？我都怕你拉肚子呀。啊，别吃了别吃了好不好，真是傻狗。那这晚上的灯光还是这么好看，而且今天可能因为下雪了，整个地上都白茫茫的，感觉好像比平时还要亮。这广场上一到晚上这个灯光一打非常亮堂，加上今天这雪地一映衬，还有旁边这个灯光，所以说我们静默的这个生活也是蛮滋润的嘛。而且这一静默，这么大的广场都没有人，就我们几个，我们三个人和三只狗过来撒个欢儿。等等，等等，我们老同志了，老同志了，能养的这么十五岁了，哦哟天哪！来，这是昨天在那个酱菜店，他的这个泡菜，对，哇，好多品种，这个是那个明太鱼丝，哦，哎，这个丝你没买过吧？这个、那你买的啥？你买的皮？他买的那个一块一块的、那个、这个是正好是那个叫什么小银鱼，这个是桔梗。哦，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硬。嗯，这个是那个辣椒，我觉得这个辣椒肯定好吃。他说糖醋的。尝一下，然后觉得哪个好吃再去买。对对对、哦。我把这点东西收拾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坐在这儿看球赛。耶、yeah ！这场是。这会还没开始吧？没开始，九点开始。这是摩洛哥和比利时呀。摩洛哥和比利时。对，九点开始。压谁？比利时。摩洛哥。比利时。你压摩洛哥。比利时。我也压比利时。为数不多的年轻小将，在去年的欧洲杯，没有电视，只能用手机来看。屏幕有点小。屏幕有点小。至少得搞个 iPad 啊。我有电脑。要不把电脑拿下来？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麻烦，那电脑拿下很麻烦。你快吃，快把你的面捞完。不能说我看了半天还没分清哪个是比利时呢。你就白衣服的摩洛哥，白衣服加黑加了曼城，成为了一支以英冠球队身份去打欧联杯的这样一支球队。对。